张杰，周静毛，你没事在厕所门口溜达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就是他怎么样了？谁啊？张扬。张扬啊！你小点声。他不是生病了吗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你要是不方便的话，那就……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这位担心同学，我有义务告诉你。担心同学。 张扬吧，病得挺严重的，他不能说话，还发烧了，也下不了床。医生说没10天半个月，好不了。这么严重啊？嗯，你要去看看他吗？不，算了。那我下一次去把你的担心转告给他。不，那也不用，那就让他养着病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吧。这些都全部都串了。是啊。喂，喂，研究成功吗？我都帮你请完假了，施老师没有任何怀疑，一切都特别顺利。不过有一个小插曲，你想不想听？什么插曲？周静忙呗。 他一听说你不舒服，特意跑到厕所门口堵我，特别真诚地问我你怎么样了。我一说你病得不轻啊，他整个人都慌了，看上去很关心你啊。你才病得不轻，你继续保持，我演出还有2天。哦，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。啊。